该队在演练过程中2分48秒上场时出现不协调虚后的原因，在4分50秒上腿时出现不协调后的原因，在11分18秒膝头出现碰撞道具虚后的原因，总扣0.3。1号裁判8.30，2号裁判8.30，3号裁判8.15，4号裁判8.25，5号裁判8.15，6号裁判8.10，7号裁判8.50，8号裁判8.40，9号裁判8.40，最后得分8.28。